可以啊，像自我标准。好呀，不是一种情趣。进来比较好。哦，然后脖子往后仰一点点。等一下，帮我吸口气，吸满，吐掉。哦哦哦，OK， 已经变大了。对啊，他刚用爱慕的眼神看着亚当。Baby， 请问你什么星座的？射手座。射手座，嗯，您的职业是？我是期货营业员。哇塞，哇，所以你的症状是长期久坐？对，腰酸背痛。你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，曾经多久？可能早上七点，然后到下午四五点，就是都没有动，也没有上厕所。哇，哦，那你们期货做的很厉害啊！因为都要看盘啊。可是你光是憋尿就受不了了吧？这么久没有上厕所。对啊。所以我们下一集要做那个尿道炎。你有上班到一半就很痛？有啊，有一次上班就是上班，男朋友打电话跟你说拜拜。心痛，那是心痛。没有，就上到一半，然后就很痛，就大叫。然后就叫救护车，然后去哪里？肩膀痛，然后就是打肌肉松弛剂。哦，那西医的方式。对啊，他要先让你松弛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让你消炎。嗯，对。好像西医大概就做这两件事情。没办法，他们现在目前最急迫就是用这种方式先舒缓掉。哦，而且他是长期的不舒服，哎，是一碰到你就是不要碰我肩膀，这么痛，delay我的行程。真的，你是肩颈酸吗？就是常常会觉得会发炎啊，就是感觉好像被电到，然后就完全不能动这样子。哇，是哦，你长期这样多久了？大概五六年都这样子。哇，很重重症哎！而且他的同事们都为了治疗疼痛去进行特殊的疗法，是特殊疗法是哪一种？就最近就是有同事就推荐说，哎，要带我去做那个火龙宫。火龙宫我有听过。火龙宫，火龙宫是怎样？火龙宫是什么？类似民俗疗法，就是在你背后。用火哦，用火在烧这样子，哇塞，哇塞，用烧的，不会烧成烧，全部都火，然后就是一下就吸掉这样子。哦，先轰吸，轰吸，对，哈哈哈哈哈。哇塞，那个师傅不能分神呢，火什么？哎，就烧起来了，太久了，那这样烧掉，你觉得大概最大的问题？我们通常都是因为盯太久，所以肌肉僵硬掉了。我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，大家都有玩过投篮机吧？投篮机，投篮机。如果玩连续两局到三局，你会发现手整个都硬掉。对，对，对。所以他做六个小时，你就发现这个违反他生理曲线的时候，他那个肌肉僵硬度就越来越强。那我们要来喽，温降，好不好？好哎呦，好哎呦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先做个测试，就是我们现在啊，先往左边旋转。到你可以接受的范围，肩膀不动。好，再一次，大概到这个角度嘛。嗯。来看右边，就是大概也到这个角度，这边比较松一点点，对吧？嗯、所以这边会比较卡一点点。对。你这边啊，我可以摸一下。你的脖子这边是不是很不舒服？这个很痛。这边相对的不会，对不对？你再压下去，我不要紧张。好呀，我以为你要揍我。不是，这是一种情趣。哦，他就是脖子这个状况，甚至我们因为这。会导致他就是血循环不好，所以有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有可能会有影响。那我就直接先帮你把这边松掉，因为包含你这边都非常非常的硬。是，对，好，来，你现在双手先。被你讲好像机器人，不要动，我先帮你把这里松开。其实我们可以先看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可以稍微看他这边肩膀，你摸摸看这边都是硬的。摸摸看的部分。对，来来来。他双手放掉。对，他是算女生当中真的。真的。那我摸你们俩，我隔空摸。算硬，对，它真的算硬的。那你首先帮我放那个脖子后面，然后帮我屁股往后坐一点点。这个姿势，哎，进来比较好。然后脖子往后仰一点点。你现在帮我吸口气，吸满，吐掉。你会发现刚刚那一段会有一点绷绷的，就是有时候你这边拖久的话会有压迫那种感觉，不顺。对，好来。OK。就是那一瞬间而已。来，脖子往左边旋转，再往右边旋转。等一下会有一，就是闪一下那种感觉，好不好？先预告。闪一下尿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没事。乱闪一下。你完全的放给我，这个真的不痛。来，正常吸气，吐掉。OK， 来看。哦，会痛吗？还好吧。还好。还好啦。来，借我一下。哦，听到。扣一声，对，好，来喘口气，
正常穿孔器有 feel 了，他眼睛变大了。对啊，他刚用爱慕的眼神看着亚当，仇恨值是瞪的，仇恨值瞪的。好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好像突然间觉得很灵活，是不是气色变好，对、啊，气色变好，气色整个变好，对，然后就转过头骂他了。你看啊、哦，我们看，你刚刚讲这句话，我们先忙不动、嗯，来，你先往左边转，转到底，再过来，再到底。可以耶，就他是他再灵活一点点。对对，因为我现在只是先做初步的，先舒缓掉，他、嗯、还有深层、嗯。可是第一次通常不会做太深，对，他会受不了。对，会受不了。嗯、然后我们看右边，哇、哦，他右边也像后面的，这就很厉害。对 对，这个就是会让他这边先舒缓掉。你看，你看这肩膀会比较再软一点点，不会那么僵硬。嗯、哦，厉害，来来，请坐。然后第二位，欢迎雨欣。好，立冬哥好，丰田哥好。你们可爱能干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。因为很常这样，所以我就会有点脊椎侧弯。啊有、哦。曾经就是我练到我的，就是我两边的胯骨，就是这边一边凸出来。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还有工作在身，嗯、所以必须要忍着痛上阵。所以当时人家说奇怪，这女的今天舞一直翘屁股。对，我一直这是歪了。对。那可是你现在有比较好一点吗？因为其实你们那个啦啦队，像一进圈的应援曲，一整场下来也是很厉害的，很累。一整场上下加起来大概要三四个小时。哇！然后而且因为就是，假如某个球员在上面一直打，他都没有下来，对，我们就一直挥界外手，对，我们就要同一手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给他打停。对。然后那个球员在笑。对，我就不要下来。我跟投手拼斗，你是来超级喜欢的，超级讨厌。不对，你跳错了。不对的。好了。好严啊！不是跳球，跳球就会装毛病，弄成小两口一样。你的小腿拉伤很严重，对，所以你要也不是拉伤，就是有点静脉曲张很严重，就久站嘛，你们对，我们要一直跳。让我们那个亚当来这边，来，他一般因为他的状况比较特别，是、嗯、因为他的比如说是小腿的静脉曲张嘛，嗯，那静脉曲张他通常是因为他血管的问题导致他这样、嗯，所以他这个东西我没办法马上帮他说，他变成是要长时间的去舒缓他的一个。所以要放弃这一段，好吧？那我们那就下一位。这样子，我为了救你，我只好当吸血鬼了。可是我们可以再让他的这个身体平衡度再好一点，让他循环就是循环好一点点。对，其实循环很重要、哦。我先帮他把背跟腰这边先舒缓掉。对哦，这边注意掉，好吧？我跟你讲，腰前躺，哎呦，而且这个曲线应该更明显。好，我先帮你把背这边都先松掉，好，你下来一点点。会睡着？有可能很舒服。我处理了。处理了，我要，你就正常呼吸就好，完全不用管我，然后手不用抓那么紧，对，这个放松，很好，好来放松，对，来放掉 ，OK， 很好，来，你这个脚借我一下下，我一样的帮你把它搬一下哦，来借我，哦，好，来，哎，我演艺圈失败了，我要做这个。这个又很难的，你很累哦，这个那只是想要那个姿势而已。然后就看上面当徒弟是这样，对。然后你越轻松，他等下越轻松，效果越好。对，效果感觉会越好。来，正常吸点吸气，突破。刚是一个气球在泄气，热开水煮开了。好嘞，等一下，你不用转，我帮你转。现在当特别来宾好好，上来可以有这样子。对啊，真的。我们当特别来宾去就是被打被踹的。你调整你的呼吸，然后肩膀放掉，放给我吸气，突弓。哇哇，有听到。来，我们现在往下。你会发现你的脚这边是比较卡，这边比较接近你的胸口，就是不太一样，真的会差一点点。右脚稍微，右脚比较低，左脚硬，右脚比较出来，然后左脚比较进去，放掉哦。这基本上不痛，你就交给我就好了。哦，好，这样还好吧？什么意思？他双下巴出来，双下巴，双下巴，把双下巴打回去好了，打回原形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脚，借我一下，测试一下。你会发现是轻松可以下去，真的，真的，
这就是你臀部也是歪的，所以你在做某些角度也不好做。你当你血液循环好的时候，它自然而然这个东西再加下按摩就会。哇塞，太神奇了吧！超神，超厉害，真的。球队要赢了吧？炸裂了！你这样恢复了，多跳几百、12个小时都没问题。对啊，你再去加油还得了？啊，不，冷静，这个有，整副完要让自己先放松。对，等一下这是蛮重要的事情。